哎，宝雪，我这儿有份工作，你愿不愿意干？既然裴总花钱请我了，我就要发挥出价值。您还耳机去哪儿啊？宝哥，你太厉害了，这就是设计大师的思想境界吧？我宝雪，在网吧蛰伏三年，是裴总发掘了我的闪光点，是我自己都不知道的闪光点，感谢裴总。